我的那些图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啊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正式开始。也就是这样了。然后阿辉问的问题是：你为什么不买 MC？MC 是讲 Minecraft 吗？手机版的还是电脑版的？电脑版的话目前是还没有了，电脑版等到那个我之后有电脑的时候才会有了。Minecraft 版的电脑版是说什么啊？就是电脑版的 Minecraft 啦。那手机版的话我是有，手机版我有，然后手机版的也有玩啦。只是玩的没有很多，不是没有玩很多啊，就是也没玩的太久了，就是有时候玩完了，更想玩的时候就想玩。然后也谢谢你问我的问题，好，那我们进你下一个问题吧。下一个问题就是 GTA 5台湾指南，对不对？怎么又是你啊，副台主？副台主，哎，赶快订阅，又是熟悉，又熟悉的样子。熟悉的频道，好。GTA 5台湾警察大队问，请问你成年了吗？好，这是问题哦。我还没。然后我录影的这一天，上礼拜六是五月十六的上礼拜日。是我生日，五月十号是我生日，然后那天是刚好是我17岁生日，呵呵，那时候之前算是，到去年的5月10号中间是16.5岁，16.5，呵呵，然后明年才会成年，才算成年呐、啊，明年才算成年，呵呵，人生呐、啊，好。也谢谢我们副来主啊，感谢订阅。好，下一个问题是 PKEX 问的是，你为什么想当 YouTuber？ 会顺便是想什么啦？就是自己想当嘛，自己感觉想当啦，顺便帮忙家里啦。但是，频道。之前频道5、6年的频道，不好做，就是因为版权那些问题，所以就变这样了，然后重新再开一个频道，然后变成先这样，你们看到的，然后之前那个频道300多订阅，然后现在频道已经多少了，500了。四五百订阅了，是吧？哎，这差太多了吧？好啦，为什么想当？就是自己想嘛，没有啦，就是觉得无聊嘛，没什么东西可以做啊，就是也可以做个 YouTuber 来做看 YouTuber。然后做一些影片嘛，然后给大家看，然后做个，然后让大家有个是什么？要怎么说啊？就是好看的影片，然后认识其他的人，就是我们一开始的话就是像是陌生人一样嘛。然后我拍影片了，然后你来看，然后慢慢就认识了嘛。然后慢慢认识之后，你就变成我的观众。就会变成我的群粉啦、啊。好，那我们这个问题也问得不错啦。好，我们也谢谢 PKEX 问的问题。下一个问题是海苔 Louis， 才刚说有没有人合作，然后海苔 Louis 就来问问题啦。好，海苔 Louis 问海苔，他帅不帅？选我。这
我只能说什么呢？嗯，帅，比我帅就对了。看，好，也谢谢海贼路易斯啊。下一个问题是林玉成，哎，我的甚至国中同学、啊，甚至我的国中同学，不错了，国中还是呀，对，国中同学了。林玉成，对，没错，国中还是国小同学。林玉成，恭喜，祝早日破1000订阅，感谢林玉成啊，感谢林玉成祝福，也希望啦，也希望可以到达1000订阅啦，真的。已经都超过到一半了，已经580多订阅了。录影当天的订阅数已经是这样了。等一下、哦，我再用截图的就好了，再用截图的 ，OK， 用截图的 ，OK。好，那谢谢林玉成，也谢谢感谢林玉成的祝福。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郭俊玉啊。我的同事，老同事，说想回公司上班吗？想啊，但是没办法了，已经，也回不去了，没办法，回不去，就只能，就这样过去了。不知道我要讲什么，我在讲什么。好啦，也想啦，但是没办法啦。但是我还是会抽空回，就是到公司吃东西，但是还是。去的话还是有优惠的，好啦，也谢谢你啦。那我们下一个，下一个是我自己啦。下一个是就是有一部影片，明天会更好，歌词已经突破10000订阅了，谢谢大家啦。那我这边跟大家鞠躬，谢谢大家，已经突破到10000订阅啦。那突破记录的时间是在。5月13号，就在上个礼拜的，上礼拜几啊？我看一下。上礼拜三的时候，上礼拜三的早上7点，就是刚好去学校上课的时候，早上7点就突破1000订阅。应该好，也现在会有截图在这边，也是谢谢大家啦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然后。歌词有错，我知道，但是你们留言有说我有错的地方，但是已经上架了，我就不会再修改了。那也谢谢大家。然后影片那边有一个留言是那个有说无错细致版本，你们可以去点点看。应该我会把它。我在那部影片应该不会把它置顶啊，应该会改到这里啊。然后也谢谢这位艾德里安的无细致版本。其实我还没看他那无细致版本啊，那个我应该拍了这部就会就去看一下。好，也谢谢你